口袋空间当融了，被害入了，怎么办？是一个实验室，哦，另一个飞机，实验对象都在这场疯狂的实验中死亡。三个维度，两个空间，谁能发现？我原本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是没有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的计划。谁能出来？能醒着的凶手，一个失去了身份的人，他根本不在乎谁活着。他要杀他，我感觉他死了。谁能再回？他回来了，他就变成一个生化人，布置现场。上飞机就是为了杀 K 总，我就得先把他弄死。这是我的凶器，你就瞬间变成嫌疑最大的人。真，他要绑架所有的人，后面的事情是已经不在控制内了。哎，侦探，还有机关呀？哦，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个假的案发现场。这就是我中间几次醒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在这儿醒。您要求邀请的重要嘉宾，我们已经请到了。天哪！他撒谎。欢迎来到新的口袋空间。